石膏磨粉生产线设备有哪些？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。石膏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工业材料和建筑材料，主要化学成分是硫酸钙的水合物。石膏磨粉生产线是加工石膏的重要生产线，可以提高人们对石膏的综合利用率。石膏磨粉生产线设备主要包括：一、破碎设备，恶式破碎机，它是应用最广、处理能力更强、更加坚固耐用的破碎设备。该设备具有较大的破碎柄，可以无死区破碎物料，提高设备单位时间内的处理能力，增加设备的产量。此外，它还拥有良好的密封系统，可以避免生产中粉尘的外溢，营造良好的作业氛围。二、磨粉设备，雷蒙磨粉机，经设备磨粉后的石膏具有很高的通筛率，有效提高设备的磨粉效率。立式设计方便用户操作，节约占地面积，减小基建费用投入，用户可对设备的电气系统进行集中控制，方便操作，减少作业对人员的需求，降低人力成本的支出。设备在运行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能，减少停机时间，节省设备维修费用。此外，还有斗式提升机、电磁振动给料机等设备，它们结构简单，操作方便，是石膏磨粉生产线中必不可少的设备。了解石膏磨粉生产线设备的组成和特点，让制作石膏制品的效率更高，快分享给需要的人吧。